大鹏，你看，哎，你看这有个跳楼的。啊，我不想看那个，挺吓人的。大鹏，你看你今天刚好不上班，要不你过一块去做产检吧？你怎么这么多事儿？你做什么产检啊？我好不容易休息一天，你好好让我歇歇行不行？看你这都快生了，你做什么产检啊？不做啊，浪费那个钱干嘛？这做产检啊，这有好处，这到生的时候啊，也知道孩子大小，也知道顺不顺产。那你要不愿意去，你给我钱，我自己去吧。哎，行了行了啊，我说不做就不做，到时候啊该怎么生就怎么生。还有啊，我好不容易休息一天，你不说给我做点好吃的，我都饿了。你就给我点钱嘛，这时候也不贵，也就300-400块钱。三四百块钱不是钱啊！啊，我3-4天的工资了，你说你怎么能这样啊？这还有一个月都不到，他就要生了，你说你做他干嘛？这医院里面都是坑你的钱，让你做这做那的，辐射多大，对孩子多不好啊！一点医学常识都没有。那没有辐射，就是有一点，他对宝宝啊没有坏处的，你就让我做一次吧。什么没有啊？你都不懂啊！我那次跟你一块去医院里边。你做产检那什么S 光什么绿光红光蓝光紫光那咔咔往上都是辐射，你都不懂，去给我做饭去，我饿了。哪里有那么夸张啊，就做个 B 超，没像你说的那样夸张。糊涂，没钱，做饭去。看什么看，不服气啊？儿子，看什么呢？我看这有个跳楼的，你看吧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层。哎呀呀呀呀！哎呀，吓死我了！我不看，吓死我了！我不看。害怕害怕！这现在这孩子怎么能这样呢？啊！兄弟，学习压力过大，所以说这人呀、啊、不能有压力，痛痛快快的活着。哎，对。你怎么了吗？哎呀，儿子呀，我今天来找你有点事儿，你看你有没有这个？哦。我懂我懂，又没钱了是吧？早说啊，给我打个电话不就行了？我给你转账，现金没多少，3000块钱，够不够？拿着。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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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不是打牌输了吗？一下子输2000呢，这不给你要钱翻本呢。你放心，这3000块钱呀，我很快就还给你的啊。我会翻本的啊，儿子，谢谢你了，还是我儿子孝顺。哎，去吧，坐有点啊。好嘞，去吧，快点睡会儿啊！啊，去吧。妈，干嘛呀？大鹏，大鹏，这咱妈又打麻将，你怎么又给他钱了？那我是他儿子，这我妈没钱了，他找我要，我不应该给他。你怎么阴魂不散啊？我都困死了，马上睡着了，你怎么过来了又？做饭了，做饭给我放锅里边啊，我一会儿起来吃。大鹏。咱妈那是去打麻将呀，又不是说她买有用的东西。你说我去做产检，跟你要个钱你都不给，打麻将你都给她钱。再说我要的又不多，也就300-400块钱。啊，你要的不多，那300-400块钱，300-400块钱是不是做个检查，咔嚓一下就没有了？我给我妈钱啊，她搞不好，3000块钱打麻将，咔咔咔，赢了，翻本了。5000、6000、9000、8000到手了，这能一样吗？我给他钱啊，是让他去赢钱去了，你明白吧？总归是打麻将，他总没有这孩子健康，这没孩子健康划算吧？你说你怎么给他钱都不给我钱做产检呢？那孩子不挺健康的吗？活蹦乱跳的，上次拍的片子里边那不都有吗？我还在旁边看着呢，那孩子来回打滚呢。健健康康的就行了啊！对，去继续做饭去，我都困死了，我睡会儿吧。这我婆婆怎么还不回来呀？这回来了，我给她要点钱，我婆婆应该会给我吧？哎呀！是啊，今天终于翻本了，输的钱呀全都赢过来了，还不说又赢了3-4千呢。哎呀，妈，你回来了。
回来了，怎么了？你看，你都赢钱了，要不你爸借我们的钱还给我吧？听着叫什么话呀？我借的可是我儿子的钱啊，又不是你的钱，干嘛要给你啊？你想干嘛？那你不给我也行，那你给我300吧，我去做一下产检。你说说你哈、啊，怎么这么死脑筋啊？做什么产检呀、啊？啊，这孩子呀都快生了，做产检啊不好啊。人家医生不是说了吗？都顺产，到时候去生都行了，干嘛要花这冤枉钱呀、啊？妈，这人医生都说了，这快生的时候啊，一定要再去做一次，好知道孩子大小。那医生说什么你都信啊？啊，你说说你，那医生啊，他说那话呀，都是为了挣咱们家的钱，知道不知道啊？那我怀着孩子，从来都没做过什么 B 超啊，什么什么超声波什么的，什么不做，那不照样把孩子生出来吗？啊，不是挺好的吗？啊，妈，那个年代是没有，现在你看科学都发达了，你就让我做一次产检吧。妈，你就给我点钱吧。给什么钱？给什么钱啊？你说说你，你逮着谁给他要钱啊？啊，这怎么了？这是神经病！我看你啊，又干什么了？这又干什么呢？在这等着我给我要钱呢。不是你有毛病啊？你这个产检啊，你做不到，他能怎么地啊？啊？妈，你就给我几百吧。你怎么那么死心眼呢？哈、啊，说了不用检查，不用检查，非要去啊？今天这个产检不做，能死人啊？就是啊。我好不容易休息一天，我在家里边睡个觉，一会儿过来一趟，一会儿过来一趟，趴在我耳朵边上，大鹏，就给我300-400块钱吧，我给你个脸。你们膈应人啊！这我儿子休息一天睡个觉都睡不好，你还把我儿子气了又出去跑。行行行，我不在家了，得，我让你做个饭，你给我做2小时，你也给我没做好，妈，走吃饭去。赢钱了，我请你。走，你再给我点钱吧。这门真难开吧，说点话了啊。好。这怎么样？还一直在打轮。哎呀。你倩倩。我疼啊。倩倩到嘴了。倩倩。你看你这个媳妇儿真是啊。没眼力见。人呢？倩倩。找找去看干啥去了。屋里边看有没有。是不是睡着了？没有啊，倩倩，没有啊，是什么玩意儿？人跑哪儿去了？干嘛呀？信，休息啦。倩倩，大鹏，当你看到他的信的时候，我已经走了。不知道为什么，这些日子。我怎么做都达不到你们的满意。这刚结婚的时候，你对我那么好，自从我怀了孕，你就看我不顺眼，你说我做个产检的钱你都不给，你既然给钱让妈去打牌。大鹏，你变了，变得我都不认识你了。你想好了，还是咱们两个先分开一段时间吧，我走了。等你想生的时候，你去找我。哼，走了，一气之下走了。你说，这叫他干什么？啊？他在家里边什么活都不干，说他两句还生气了。就一个产检吗？至于吗？做不到能怎么着啊？不过他走了也好。你呀、啊，也可以清醒清醒了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他就大着个肚子快生了，我看看待会儿能待多久。就是，我就不去叫他，绝对不可能。叫他干嘛呀？在家里好好清醒吧啊！你这
吃饱了是吧？去休息吧哈，别省着去吵你了啊。困了，困了，又困了。就是就是，你休息。行行行，我跟你说着说着，我要走了啊。好。好好，哎，这个欠人。让你的地方一荡一荡一荡的，我左一中我右一中，把那撇嘴都喝蒙。夏夏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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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喊什么呀喊？夏夏都没在家。到了到了到了。哎呀，你怎么又喝酒了呀？啊？倒水去。倒什么水啊？妈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怎么在这儿？你看看你啊，一个人把日子过成什么样子了啊？连一个女人一天天都不能过了。哎呀，这，妈，倩倩走多久了？你真是糊涂了啊！这倩倩不才走一个星期吗？哈，怎么了？离开倩倩，你这日子不会过了呀！啊，你看看你一个大男人家吧，你说这整天喝酒，喝得醉醺醺的，这家里要没有人的话，你该怎么办？妈，你别说了，这两天我也想，家里边没有个女人，真不行啊。以前我上班总是忙，这也不知道倩倩一个人在家里打着肚子。洗衣服做饭家务活都是他自己干。妈，我感觉我对他做的有点过分啊。哎呀，那现在能怎么办啊？你要是想他的话，那就叫他回来呗，这日子还要继续过呀啊，何况他还怀着我的大孙子呢。是妈，是晚上再去叫吧。你看我这个样子，我现在我去叫的话，这家务都找不着在哪。行，晚上啊，我和你一起去，到那呀，好好给倩倩说说软话，说个软，以后啊，咱再也不能那样对人家了啊。谢谢。谢什么呀？我叫谁去啊？